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佛罗里达州一名7岁男孩在学校殴打教师，故被警方上铐带回并进行精神评估，这让男孩的母亲相当愤怒，指控警方虐待自己的孩童，也允许所有媒体播送男童被上铐的画面，且脸部不用马赛克。综合外媒报道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警方逮捕一名7岁男孩。该州法律明定，儿童若出现违规行为且有危害自身、他人安全之余，警方有权对其拘留并进行精神评估。校方指出，这是男孩在3个月内2度闹脾气且行为不端，因此被警方带走。综合校方与警方说法，男童因在餐厅中玩弄食物被老师驱赶而心生不满，在走廊上袭击老师，将老师打倒在地，在警方对其施以拘留后仍旧继续肢体反抗。男孩在2017年11月就曾因发脾气被停学11天，但男孩母亲认为自己的儿子是受到欺负才会自我防卫。男孩父母正与律师讨论要对迈阿密警方与校方采取法律行动，但校方坚称男孩被捕第一时间校长与辅导员有劝阻警方执法。迈阿密警局长则指出，虽然给7岁的孩子上铐相当罕见，但有必要防止他不稳定的暴力行为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。相关影音